一、烧肉夹。这款烧肉店等级的烧肉夹不会因为来不及夹粘黏在烤网上烧焦。二、铁夹，因为夹子不够长，被木炭烫到的朋友们，俺有40公分来啦。三、烤肉网，日本来的烧鸟烤网，圆的方的都有，食材不易粘黏，怎么翻烤都可以。四、烤肉酱，烧肉的灵魂伴侣来啦，要韩系欧巴肉还是日系阿尼基肉。五、覆盖碗，传说中的覆盖碗来啦，即便在深山烤肉也能方便携带食材。六、单柄小锅，比铝箔盒方便又环保，随时监督蛤蜊开了没。七、折叠椅，野外烤肉没地方坐，每次都要跟朋友抢纸板，有了它，朋友都会拿肉巴结你。八、折叠收纳架，食材买太多，每次都没地方放吗？收纳架可以把空间往上延伸哦。九、迷你垃圾袋架，在外面烤肉也不用怕垃圾袋会飞走啦。十、置杯架夹，桌上都摆满食物，没有饮料的位置吗？有了置杯架夹，只要一小角就 OK。